阿南哥，阿朱莉，今天采了什么草药？好几种呢。阿南哥，你今天都打了些什么猎物啊？不多，两只野鸡而已。拿回去，帮我孝敬岳母大人。哟，阿兰哥，你这是走外母政策呀？才不用呢，过几日啊，他俩直接就成亲了。阿兰哥，听说最近你在练什么双截棍的功夫？没错。那就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吧。没问题，那咱们换个地方吧。刘子楠，你给我出来！听说你会柳家拳？会。好，来吧，奉陪到底。刘家拳果然高明。高师傅，得罪了。老爷早。夫人，子兰还没起床吗？他一早就跟阿甘去打猎了。刘将军，恭喜恭喜啊。黄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今天是咱们子楠的大喜之日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秀姑你也来了，欢迎欢迎啊。阿朱莉是我的好姐妹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是啊，子楠呢？在不在？子楠当然在了。黄老师你好，秀姑你好。子楠，子楠啊，老师很开心啊，你娶媳妇了，早生贵子啊。啊，好，我呀是特地从外地回来的。哎，我给你带来点东西，坐下。啊，谢谢老师。子楠，恭喜你快做新郎了，这是小小意思，广州的特产，特意买来祝贺你。哎呀，老师您太客气了。哎，子楠，赶紧带黄老师和秀姑他们到客房休息。好，跟我走。好。哎，夫人，赶紧吩咐厨房准备些好吃的，给黄老师他们接风。好。老爷，我们要不要拿出珍藏多年的飞天盛世老酒招待黄老师他们呢？当然要啊，黄老师最喜欢喝这个酒了。练了一上午了，歇息吧。师父，您的功夫跟我义父比谁的厉害？没交过手。你是柳家修的义子，他没教给你柳家拳吗？您知道柳家拳不外传，更何况我那义父根本就没有八大人坑，还重习武。不过师父你放心，我跟您学功夫，柳家人没人知道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阿英，你看这花多漂亮啊，跟你一样，我专门采来送给你的。
谢谢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怎么了，阿英？你有什么心事吗？也不是，只是看人家子南哥跟朱丽姐那么幸福，可我们……嗨，我有什么事儿呢？阿英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马上娶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明天就去你家提亲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我陪你几个。起，往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起跳，一二三，五六七八，秀姑，阿杜丽，阿杜丽，秀姑，阿英，可算回来了，你们果然还在这里跳舞。秀姑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早刚到，我可是特意回来看我的好姐妹出嫁的。你这个臭丫头呀，一去广州就是好几年。怎么样，还没嫁人呢吧？我呀，还是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秀姑，来，让我看看，你怎么又瘦了？当然啦，我在广州可是天天要练拳的。练拳？对呀。你怎么不跳舞呀？练拳不是男孩子才做的事儿吗？你呀，总是这样，谁敢娶你呀？你就别说我了。阿朱丽啊，真没想到，只是对一首歌，你竟然跟子南走到了一起。那是当然，他俩可是淤泥河唱歌最棒的，这可就叫做天生一对。是啊，你俩在这一唱一和的，很好玩是吧？好玩，要是你嫁给别人当了媳妇儿，想要玩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阿英说的对啊，柳家在淤泥河可是名门望族。你嫁了过去啊，那可就金贵了。是呀，我这个柳家未来的媳妇儿，可是自由自在，不用干活的呢。有，得了吧。阿朱丽，过两天就是我们的婚期了，你开心吗？能找到如意郎君是一个女子一辈子的幸福，我当然开心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你，爱你一辈子的。我也会伺候你一辈子，白首偕老。如果有一天我早你而去，你会怎么样啊？那我也不想活了，我会追随你的。大丈夫死有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，你可别乱来啊。那为国家而死怎么样呢？嗯，是大丈夫所为，你可要记住哦。柳家的媳妇都敢抢？怎么不敢抢？兄弟们，上！娘，娘！公哥，我来。新娘子这么漂亮啊！干爹，你这是在胡闹什么呢？哎，这谁不知道啊？
那柳家三公子的柳家权，那可是无人能敌，谁敢来抢亲呢？可是咱们彝族女儿出嫁没人抢，那多没面子啊！所以干爹给你帮个忙，子楠，出来吧。干爹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我干女儿的漂亮，那可是全族人都知道的。你会不怕她被抢喽？干爹，看来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好，上路。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草鸡也想配凤凰，就拿来一只鸡，就想打我家阿英的主意。哼，没发现我们家没门槛吗？看我们家门槛都被没人给踏破了。我们家阿英那可是十里八乡一朵花，凭什么插在你这坨臭牛粪上？赶紧收拾你的东西滚吧。妈，伯母，我跟阿英是真心相爱，只要阿英跟着我，我绝不会让她走。我这辈子受苦受累，我认了，那是我的命。我们家不富裕，但我的女儿我养得金贵，我不想让她跟我一样受苦受累啊。总之，我不想让我的女儿跟一个穷小子过，除非我两脚一蹬，什么也管不着。妈，阿姨，如果我有钱了呢？我女儿她傻，她对你动了真情，我老眼昏花，但我不瞎。你要真是有钱，那我何必棒打鸳鸯呢？有您这句话就行。张斌哥，我妈她也是为我好，你别怪她。我不怪你妈，我只怪自己妹妹事。我不许你这样说。我阿英看上的男人是最好的，哪怕现在穷一点，以后咱们一起努力，慢慢的会好的。阿英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等太久。都等了这么久了，再多等几年又何妨。我不送你了，你先走吧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钱。一会儿是洋人，一会儿又闹什么革命党，我国家朝廷就像是庄稼被割了一茬又一茬。刘老爷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呀，革命党和洋人那是完全不一样呀。洋人他那叫侵略，革命党那可是在救咱们泱泱中华呀。你全说说怎么个救法。怎么个救法？无破不立，那得先推翻满清。大逆不道。何谓道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是道吗？国家是国家，朝廷是朝廷，国家是中国人的国家，朝廷只是少数人的朝廷。够了，老师，话不投机，无需多言。刘老爷，我知道你对朝廷一片忠心，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改变你的。难道你要看着我们中华的土地被八国联军吞噬，而你却无动于衷吗？当然不是，可是我也管不了。不是管不了，而是管不到。那还不是因为朝廷迂腐无能，让百姓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够了。总之，闹革命就是叛国所为，我柳家兄是绝对不会干的。黄老师，失陪了，请吧。见过县官大人。张斌，找我何事啊？家
去。我有一桩买卖，想跟大老爷交易。我什么都有，你想卖什么给我？一个情报。嗯，那就看是什么情报了。是关于革命党的。哦。好，如果是真，有赏；否则，你就等着屁股开花吧。这个革命党和一户人家，而这户人家正是大老爷您最头疼的。你是说柳家修？坐。黄油锅这次回来是靠革命的。真有此事？我亲耳听见的。好，我最恨革命党，最恨柳家修。这笔交易我能拿多少钱？钱有的是。讲。子楠，阿南哥，怎么了？黄老师被抓了。什么？子楠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县官老爷带人把他给抓了，说他是革命党。关在哪儿？我现在去救他。哎，别莽撞，咱们回去找爹商量商量吧。是啊，我们也很着急，但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先回家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对你用刑？我是爱财的，所以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把革命党名单交出来，我绝对不会为难你。谢老爷，你是搞错了吧？我一个教书的穷书生，哪里懂得什么是革命呀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你考虑清楚再告诉我吧。哼。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！爹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黄老师教书育人，行端表正，绝对不是坏人，而且对男儿尽心教诲，天地君亲师，这也是您教导我必须敬重的。以前是，现在变了，他是革命党。革命党怎么了？如果我加入革命党，您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吗？你妄想！我柳家世受皇恩，只是忠君报国，怎么能丢乱党？同流合污！爹，别说了，你哪都不准去，在家给我待着。谁敢出我柳家门一步，让任其明当成乱党给抓了，我一概不管。别气了，别气了，子楠，别把你爹给气坏了，先回屋去吧。老爷，不救就不救，动这么大气干嘛呢？哎，黄老师那么好的人，就算是革命党又怎样，还是好人呢。妇人之见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哎呀，别烦了。哎，你们别自乱了阵脚。爹爹，他刀子嘴豆腐心，今天去县上，他应该会想办法救出黄老师的。但是刘老爷一口一句反革命，八成他不会管这个事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闯闯县衙，拼死也把老师救出来。我也去。要去一起去，就你们不怕死。你也去。女孩子别跟着搅和。女人怎么了？你以为我说从长计议是因为怕吗？好，听你的，那就从长计议吧。就这点钱还不够我修房子呢。这是定金，聘礼令凤，我收过。阿英跟了我，绝不会让他受苦。啊，算你小子还有点诚心。
这点钱我就先替你揣着。我把你上次拿来的鸡给宰了，然后再做点好吃的，在这吃饭吧。妈，谢谢你。张斌哥，张斌哥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呀？我一兄弟给的。哪个兄弟？什么时候管你借的？哎呀，阿英啊，你别管那么多了。总之啊，我一定会多筹些钱，赶紧把你请回家。怎么筹钱呀？我自有办法。好了好了，你赶紧回去吧啊！哎，赶紧走了啊！建教场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，快点动工，不要夜场。夜场什么？哎，梦多。对，绝不能多梦。大使先生，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对贵国在本国之传教特权皆有明细规定，本县照章办事，没那么多梦。好，那你就赶紧办吧。一定速办。慢走慢走。刘将军，你好。你来的正好，我问你，你在伊犁河破土动工，准备搞什么玩意？哎呀，那不是玩意儿，那是教堂。我正是来跟您商量此事。教堂？什么教堂？自然是传教。传什么教？白思德先生说是传他们的上帝的教。上帝？我不认得什么上帝，我只认得玉皇大帝、撤巨神。哎呀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天津条约、北京条约上写的。你少给我说废话。我不认得什么条约，我只知道在我守城将军的范围内不允许修建什么教堂。要修，让他们滚回他们的国家自己修去。这不太好吧？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同意建教堂，我就放了黄有国，你看如何？这是两码事儿。任其明，任大人，你糊涂啊！你今天让洋人修教堂传教，明天他要修个学校教我们的娃娃，后天他要圈块地，如何如何？长此以往，这还是我们的国家吗？啊！这你做的什么事儿？这是让人戳脊梁骨、断子绝孙的做法。说的是，说的是，一定要拒绝他们的要求。在意，在意。一个屁！你如果不去办，我就带宜宾去抓人。好，听柳爷的。老爷，你这么做会不会得罪了任其明？难道我会怕他？那男儿那边呢？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总之，我不会做对不起朝廷的事情。你这个县老爷是这么当的，就连一个刘家修你就搞不定。大使您别生气。柳家在淤泥河势力很大，根基很深。柳家修这个老顽固很得宜人的拥戴，可不止带几个兵那么简单。莫非我还怕了他？他能当得住我们的洋枪大炮吗？没那么严重，何必枪炮相对？我们只要对付柳家修一个人，群龙无首，再也不会有人兴风作浪。这么对付他？已有心算无心，何必刀剑杀人？别跟我卖关子。喝茶。喝茶。哎呀，柳爷，您来了。柳爷，快请坐。白思德先生，这位就是我跟您提到的宝成将军。就养就养。任县长今天约我有何贵干？如果是想修建教堂的事情，那就免谈了。哎呀，柳爷，别急别急，先喝杯酒。我不喝酒。啊，柳爷不喝酒。来人，上茶。
爷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朵杯贡茶。有事快说。柳爷，如果在修建教堂的事情上你糊涂一点，那黄有国的事我们好商量。没什么商量，修教堂和黄有国是两码事。柳爷息怒息怒。任其民走狗败类。你等着瞧吧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吃个饭回来怎么就这样了呢？任其民这个狗东西一定在茶水里下了东西。哎呦，把这个喝下去就好了。嗯，是有点苦，快喝吧。啊，哎呦，你的药行不行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老爷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怎么样，阿朱莉怎么会这样呢？吐出来就好了，过两天就没事了。谢天谢地，菩萨保佑。阿妈，你谢他们有什么用？要谢就谢阿朱莉，要不是阿朱莉懂得解苦的方法，阿爹早就危险了。是是是，你看我都急糊涂了。任其民，我一定要找你算账。子兰，你不要冲动，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。啊，这个老匹夫还真是命大。看来中国的古树不过如此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强中自有强中手。那教堂的事情怎么办？别急，杨斌。我跟你说，你去杀了他。大人，您说什么呢？他可是我义父。我哪能干这种事啊？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如果我说漏了嘴，让柳家知道是你告密说黄有国是革命党，柳家会怎么对你？你吓我。你不是对柳家有仇恨吗？大人，这恨归恨，但毕竟他都有养育之恩。你放心，你杀了柳家修，我会扣他一顶私通革命党的帽子，让柳家翻不了身。你不是要钱吗？放心，事成之后必有回报。这种事情我不干。这么办？别急别急。喂，张明哥，你来了。我路过。路过？打哪儿路过呀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你了，想过来看看你。张斌，你怎么来了？是送钱来了吗？哼，没钱你来干嘛？没钱就别来找我们阿英，明天我就把阿英嫁出去。妈，走回去，穷小子，滚吧你，走回去。你给我多少钱？200大洋够不够？1洋为定。谁？
是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练武的时候不许外人偷看。我教了你20年衣服，连看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你性情阴郁，不适合练武。我怎么不适合练武了？从小你只教他们几个不教我，难道你怕我学会功夫超过你？放肆！明明知道柳家钱传内不传外，你只是我的一个养子。我只是你养的一条狗。你想干什么？听说柳家军很厉害，领教领教。报仇雪恨！王八蛋！张斌，你叫我们来这里有什么好消息？柳家雄，柳家雄已经被我给杀了。好极了，等我们确认了，重重有赏。你的钱我已经交给了任大人。钱什么时候给我？你们这群王八蛋，狼狈为奸，害死我爹！你受苦了，没事，死不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怕县太爷抓你吗？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还要找他算账呢。老师，我先救你出去，咱们再说。好，走走。给我搜！慢着，什么事？夫人，刘子南杀了法国大使，这罪可不轻。你把他交出来，我保你刘府无事。莫说子南他不在，就是他在，我也不会把他交给你们。洋人的命是命，我们家老爷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柳爷是谁杀的？没人看见，我自然会查。刘子南杀白思德大人，我亲眼所见。要不是我跑得快，他连我也想杀。子南，情况怎么样？幸亏你有先见之明，没有自投罗网。我阿妈还有阿朱莉，她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他们都没事。任启明带人上你家抓你，夫人一番数落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，说只抓你一个。任启明，你个狗官，等着瞧吧！我们现在先不要硬碰硬，等过这劫再说。好吧。李旅长的父亲与家父是故交，我与他也是结拜兄弟。他在叶俊麾下颇被看重，你拿着这封信找他，他会安排你的。多谢大人。不用谢，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，这些钱是你该得的，拿着吧。公子。哎，跟着李云父好好干，别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阿英，快出来，张斌来了。张斌哥，伯母。为了筹这些钱，我答应朋友出去做桩生意，等发达了再回来娶阿英。好的好的，
你可不许再把阿英嫁给别人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还真有点本事。我说嘛，我们家阿英跟着你不会吃亏的。那我先走了。阿英，快送送张斌吧。张斌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而且又突然说要走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真话？那还有假？阿英啊，你就别瞎琢磨了啊，安心在家等我，我一定会早一点回来娶你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心里慌慌张张的？戴家的姑娘啊，都这样。你怎么笑得这么勉强啊？说实话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见到你，想想心里可难受了。张斌哥，不管你走多久，我都等你。三弟，等等！阿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合着我一个，你看。阿朱莉，阿南哥，你带我一起走吧，好不好？任启明步步紧逼，我不想连累家里人。这次下广州找黄老师，是加入革命党，不是游玩。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娘就交给我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阿朱莉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等我安顿好，我会写信给你。大哥，家里你多费心，跟娘说，男儿形势所迫，不能当面跟她告别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一定回来看她。放心吧，家里有我呢，你在外边千万要保重啊。好。保重，阿南哥。保重。任老头与我是八百兄弟，听他说你必有胆识，其拳脚功夫很是了得，可否动两下我瞧瞧？没问题。不错。不错，有两下子，既然是任大人介绍的人，功夫又好，有个任务叫你去完成，再好不过了。什么任务？你帮我组织一个暗杀团，由你负责训练，训练好以后有特殊任务叫你去办。什么特殊任务？到时候我会告诉你。好。哇，福南，这广州真漂亮，和我们玉泥河就是不一样。哎，我们是来工作的，别让人看着像乡巴佬一样。哎，大婶您好，我想问淘金路六号陵水区怎么走？哦，往这直走，直走看见那个有那个岔路口，就往左转，左转过去两段路就到了。哎，陵水居应该是这里。子南，是这儿啊。哎哎，秀姑，秀姑，子南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见到你就好了。我们来找黄老师的。进去再说吧。哎，一言难尽。我们要加入革命，为新中国出点力。这间客栈很清静啊。对啊，晚上没什么客人。这里生意不多，但可以掩饰我们的身份，是我们联络的地方。走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李掌柜，一
子南啊，黄老师。哎，阿甘，好好好，快坐快坐啊。你们两位怎么想着来看望我呀？黄老师，我爹被张斌给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子南后边才知道，张斌和县官还有法国大使一起合谋的，所以才追杀张斌，但是被他跳水跑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一时冲动，把法国大使给杀了。任新民趁机追杀子南，我们迫不得已来投靠老师您了，顺便投身革命。好极了。我们护卫队啊，现在正值用人之际，欢迎你们两位加入总统护卫队。那以后啊，我又多了两位帮手了。不但是帮手，他们两位还是高手呢。那我以后可要向两位多多请教了。总统先生，这两位是我的学生，刘子南、阿甘。啊，别拘谨，请坐。你们为什么要加入护卫队呢？子南很认同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。对，所以我俩投身革命，帮先生实现救国强国的理想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搞革命？就是因为满清的迂腐。对，就是因为慈禧太后无能腐败，使我们百姓民不聊生。还有八国联军入侵之后，令我们国家岌岌可危。幸好有您这样的革命领袖，我们的国家有救了。何止有救，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我们未来的新中国。没想到两位彝族青年的思想也这么先进，还有这么爱国的抱负。我很感谢你们对三民主义的支持。我俩誓死追随先生左右。好好，坐坐坐。先生，该吃药了。先生，你不舒服吗？小毛病，没事。这两位可是新加入我们护卫队的战士。夫人您好，我叫刘子南，是彝族人。夫人您好，我叫阿甘，也是彝族人。你好，欢迎你们。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继续吧。好，有国，我们继续吧。看来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，我们只有六十个兵驻守在总统府。这些就是我们暗杀部分队员跑了，随时等暗杀小队跑。李云富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行动，不过他组织了一个暗杀团。暗杀团负责人是谁？好像是一个叫张斌的人。是他。阿英，我已获得李云富旅长的赏识，委以重任。他日出头，定当在前后里登为一亲，明媒正娶。我一切尚安，勿以为念。张斌说什么做买卖，原来是当兵去了。刘老爷那么好的人，当年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哎，好人没好报啊。都说是张斌做的，我就不信。阿英啊，最近和那个张斌还有联系吗？阿英，没有，不过刚刚有收到他的来信，说一切顺利。是吗？我说这小子不错嘛。你还是挺有眼力的啊。妈，你可真会见风使舵。你不懂，你还年轻，听妈的没错啊。谁说女人就该照顾家小，不能像她一样有革命理想。古有花木兰穆桂英，说不定现在就有我阿朱莉和阿英呢。姐姐说的太好了。先生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。陈炯明、叶举狼子野心，李云富组织暗杀团，
目的昭然若揭呀。先生万不能以身涉险呐。陈炯明夜举之流与我只如皮肤跳蚤，我孙文不会怕他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哎，罗秘书，先生在房间呢。我是来找夫人的，吕云父组织的暗杀团随时会行动，先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会劝先生离开这里的。子南呀，我告诉你一个你不愿意听的消息。老师，你说。张斌现在已经是李云父的手下了。好小子，原来他躲在那里了。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他呢现在已经是暗杀团的团长了。哎，有什么新情况？暗杀团案的几位高手，难道他们也知道子南来了？还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查出总统府有密道。真厉害。不仅如此，我发觉他们开始怀疑我啊。一定要提高警觉，来的时候被跟踪了没有？没有，但是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要换地方啊。对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撤。马谦，你果然是卧底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老师，小心。没关系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高手。没错，就是他们。今天我倒要好好领教领教。上级指示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随时准备入城。没问题，属下随时候命。孙大桃一日不出，我们难成大事。孙大桃一定要出，如果他这次再不妥协，你就带兵入城攻打总统府。属下明白。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？你带领你的暗杀团随时准备南下进入广州。什么时候？你别管，
熟悉准备，这是命令，明白吗？明白。 总统先生已和表示，他还是要执意留在广州吗？是啊，刚才在总统府，与夫人苦劝，总统先生政务繁忙，还是怕因小失大，不想离开广州。因小失大，这李云峰都进了广州城了，怎么能是小事？阿甘，别那么冲动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虽然劝不走总统先生啊。 不过总统先生已经答应独立团入驻总统府布防的请求了。嗯，子南，抓紧安排工作吧。没问题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暗杀团，如果人数多，各个功夫了得，近身战，我们怎么打？子南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彝族还有200子弟兵呢。幸好你提醒，阿甘，你速回玉泥河，调我彝族200子弟兵来广州加入总统府保卫工作。 那你就确定你那些兄弟们会用枪吗？不会可以学呀，是吧，子南？没错，都说我彝人是蛮子，这回我就蛮给他们看看。这200子弟兵虽然不像独立团这般训练有素，但个个身怀绝技，骁勇善战，对恶劣环境的适应和利用，也不是一般士兵可比。对，如果这200子弟兵进入广州城的话，稍加训练，一定是一支精锐部队。子南呀。 就有劳你们去安排了。阿朱丽，彝族的兵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等你一声号令。 即刻南下。好，阿朱丽姐，咱俩的事儿，你可别忘了。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直说呀。阿甘，我们也想和你去广州。对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这好笑吗？我俩认真的。你要是不带我们去，我和阿英就自己去。要是半路出个什么闪失。 就全怨你。对，全怨你。二位姑奶奶，让我想想啊。想什么想呀？就这么定了。走了，阿朱丽姐。你们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哎，张斌走了，现在你又要走，留下我这把老骨头。哎呀妈！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参加什么革命啊？妈，放心吧。 有阿朱丽姐姐和我一道，还有子南哥他们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到时候当个女将军，让您去享清福嘛。享清福我可不指望，别让我受气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呀妈，我都要走了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好，你去做女将军、女元帅去吧。啊，哼，那妈。 我可走了，路上小心啊！那您自己在家好好的。既然你一定要走，阿妈不拦你。阿妈就麻烦两位哥哥多多照顾。你放心，阿甘他们在外面等着，你就走吧。阿妈，我走了。路上小心。 这儿走安全，不要那么多话，快走。是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正好带你们入城。哎，姐姐，你看这个房子好漂亮啊。嗯，是呀，城市果然是不一样。哎呀，二位姑奶奶，快走啊！阿英。 你们俩追过去，看他们去哪儿。
回来跟我汇报。是。有人跟踪。助理阿姨，赶紧走。张斌的暗杀团现在已经遍布广州的街道了。子楠，你们的工作是越来越艰苦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搞革命哪有不牺牲的，您就别费心了。目前的形势对总统先生非常不利啊。我相信李云富的部队随时会对总统府进行包围的。子楠，你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到位啊？估计应该快了。子楠，我们任务完成了。阿朱莉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来闹革命呀！难道女人就只能在家做饭生孩子吗？就是，新中国的未来也有我们的。简直胡闹！志南，我拗不过他俩。怎么胡闹了？男人可以革命，女人为什么就不可以？我们也是中华儿女，我们也想做巾帼英雄，怎么了？说得好，子南，我觉得阿朱莉他们说的有道理啊。哎呀！老师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特意换了这身行头才来见你的，你看我们像是闹着玩的吗？是呀。子楠，就让他俩吃点苦头，知难而退呗。看来他俩不吃点苦头，心都不甘。你们两个要有心理准备，干革命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我们怕死就不会来了。对，来了就干。好极了，我们护卫队啊又有两位新同志了啊。你们先聊，我还有事要办啊。先失陪了。秀姑啊，等一会儿呢给他们俩安排房间去住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子楠哥，你有没有张斌的消息啊？张斌现在是李云富暗杀团的团长。是什么来头呀？可以说是特务分子，我们早晚会碰上的。哦，李旅长密令，行动很快开始。到时候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们现在的努力了。立即来！是。我们已经查出总统府有多条密道，至今无法掌握出口的位置。属下觉得我们只有用最笨也最有用的办法暗中包围总统府，以策万全。兵法有云，时策未知，虽然我们兵力占优势，却也不至于那么悬殊。范围那么大，我们分兵多路，路路薄弱，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冲出我们的包围圈呢？你放心，我们包围的目的不是抵抗，而是传回情报。一旦某处有情况，随时发出信号，我们火速赶去截杀。团长，你这个办法可行呀。继续找出口，如果实在无法掌握出口的位置，再做计较。好。哎，小姐，请问这里是不是龙凤阁？这里不是龙凤阁，是陵水居。谢谢。
有秀姑的消息。黄老师叫秀姑办事儿去了。最近暗杀团四处活动，是冲咱们来的。接机启事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干嘛？少啰嗦！我们执行任务，先带回去再说。走。我同意阿甘的提议，杀了李云父，对方必乱。就算杀不了李云父，也能敲山震虎，分他们的心，为我们多争取一点时间。那哪是敲山震虎，分明是打草惊蛇。情报只说李云父常去彝族酒家，下次跟谁去，什么时候去，通通不确定。你们贸然行动，太过冒险。我亲自出手。不行，你身为主帅，如此鲁莽，万一有闪失，我方处处被动，到那个时候就绝无生机了。还是我去，对他们而言我是生面孔，先混进去再借机行事。谁也不许去。阿甘，我说子楠重要不代表你不重要，现在是势均力敌，万一有闪失，全盘皆输，没有十分的把握，我们绝不能行动。这家的酒菜是全村最好的，我天天都吃。长官，请慢用。翠儿，来，和我喝一杯。好。来，长官，这是您最喜欢吃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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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老表端酒喝，表妹端酒喝，啊老表喜欢不喜欢也要喝，啊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，喜欢呢、啊、也要喝，不喜欢也要喝，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，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。刺杀我！刺杀我！没那么简单，带走。是。他们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气死我了！阿朱莉和阿英太冲动了，他们也是立功心切，就别怪他们了。都怪我，我就不该把他们带过来。不怪你，怪我。阿朱莉，我懂，他是想替我分忧，才不计后果。都怪我，没看好他们。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，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救他们吧。秀姑说的对，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阿朱莉，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会是这样的情形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对我不太友好，但毕竟兄妹一场，只要你愿意把护卫队的底细全部给我交出来，我绝不会为难你。张斌，你这个畜生，杀了我阿爹，现在还跑到这里给别人当一条狗。我身为诺苏儿女，是不会向你屈服的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刘子楠到底有没有参加护卫队？是又怎样，反正他早晚会来找你报杀父之仇的。阿英，他也绝不会喜欢像你这样一个狼心狗肺的畜生。快把他放下来！放下来！出去。阿英，
审出结果了吗？还没有。长官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说吧。能不能先放了阿英？我保证，她以后绝不会再干蠢事。哦。你为什么那么肯定？她是你什么人？ 他是我魏国门的妻子，就这么简单。当年我杀了柳家修理开贵州，再也没有相见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误入歧途。阿朱莉是什么人？刘子南之妻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。 那就利用阿朱莉，逼刘子南这帮护卫队出来，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能不能先放了阿英？哈哈，你放心，孙大头被擒之日，也就是你和阿英团聚之时，一切都看你的了。 刘子兰，你听着，你的妻子已经被我抓住了，你乖乖的出来投降吧，可以免你两个一死。阿南哥，你千万不要犯傻，不要为了我而误了国家大事。你他妈的，阿卓丽，你找死！ 刘子南，我已回不了头。你若现在挺身相救，就是中了李云父的奸计。闭嘴！刘子南，你听着，我数三下，你再不出来投降，你就看不到你的阿朱莉了。阿南哥，不能与你白头到老。 这也许是天意。我会照顾你，爱你一辈子的。我也会伺候你一辈子，是大丈夫所为。你可要记住哦。如果还有来生，我还嫁给你。
子兰抓到没有？让他跑了。你们这帮饭桶，叫张斌抓紧训练。是。刘子楠真难搞。长官，这是我刚接到的电报。三天之后，我要进攻广州，你做好准备。是。长官，您昨天看上的那位姑娘啊，我已经替您准备好了。好。姑娘在哪儿啊？就在您房间恭候您的大驾呢。李二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不知道，属下只知道长官的命令就是在下的天职。小伙子前途无量啊。子楠，子楠，刘子楠，阿朱莉自愿牺牲，就是不想让你去救她。她以为留下你的有用之躯能做点什么，没想到她错了，因为你是个废物，阿朱莉算是白白牺牲了。阿甘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要说，阿朱莉瞎了眼，我阿甘也瞎了眼。以为跟了个大英雄，能做点大事儿，没想到你是个狗熊。别说了，我要说。没错，阿朱莉是我从玉尼克带到广州来的，你以为我藏我仨？来呀，这个刀主，来！你藏我仨！别再说了！你藏我仨！你打我！打！我告诉你，不要来烦我，让我静一静。行，好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子楠，节哀顺变吧。老师，阿甘，你们不用为我分心了。我知道阿朱莉的良苦用心，如果我就此消沉，我刘子楠又何面目立于天地间？又如何对得起阿朱莉？总统先生和夫人撤离总统府，我看就这么安排吧。阿甘，你们两个感觉怎么样啊？黄老师，我和子楠商量过了，用调虎离山之计比较合适。什么？调虎离山之计？阿甘，你能不能说明白点？黄老师，咱们这样，我们兵分三路。哎，你们干嘛的？执行任务。有情况，撤！他妈的，跑真快！总统先生啊，这位是变脸大师胡师傅。你好，请坐。大家请坐。总统先生，胡师傅的易容术可谓天下无双，他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。太好了。子楠，把你的计划说给大家听听吧。好，总统府现在分为地下三条通道，分别位于北、东、南三个方向，总统府守军负责与敌军交火，以作掩护。我们兵分三路，秀姑带着夫人走东面出口，
王老师带着总统先生走南面出口，我和阿甘来做诱饵，把暗杀团引到北面。子南的这套方案可谓万全之策。方案倒是不错，子南、阿甘，可我总觉得你们这条路太危险了吧？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们可以应付的。可不走！不跑！放心，老戴。北边。停。阿甘，你带他们先走。你小心。撤。上。张斌。不是人！我爹把你养大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没错，他是从小把我养大，但他只是把我当了一条狗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偷看他练拳，他就狠狠打我耳光，到现在我都记得。柳家拳传内不传外，你不知道吗？可他从来都没有把我当义子。好，今天新仇旧恨一起解决了吧。那我就斩草除根，以免后患。找个姑娘喝酒了。哎，站住！啊，哎呀，长官有何贵干？我问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们是走江湖卖艺的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变脸大师，这是我们的衣裳。中间那个叫啥名字？李大文。哎，对，李大文。李大文。李大文。哎，不信，让我们变脸大师给你们变两下，露两手。哎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让他们走吧。好吧，你们走吧。哎，好好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。孙大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
刘子楠，就算你是神医，乐身双翼，今天跑不了啊！速速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。我刘子楠为民国而死，死而无憾。宁做军中刀下跪，不做无名阶下囚。呀！
郎向妹来，想呀嘛想得真，一时想得病在身。吃饭好比脚丫嘛脚沙子嘛，走路好比丢了啊啰啰啰魂。上的龙啊，没事画一捧，龙不翻身，不呀嘛不下雨嘛，雨不浇花，花不阿罗罗的红。可是天上的龙啊，没事画一捧，龙不翻身，不呀嘛不下雨嘛，雨不浇花，花不阿罗罗的红。